获得女子全能银牌的中国选手谭思欣倒数第二个出场，她几乎完成了她在本次比赛中最为出色的一套高低杠动作。虽然只拿到了7.650分的完成分，但是她仍然以14.125分的总分暂列第一。谭思欣能否获得金牌，还要看最后一个出场的俄罗斯选手科莫娃的发挥。作为今年势头很旺的新星，科莫娃的动作完成得不错，不过在比赛中她也出现了脚打垫子的巨大失误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以14.525的高分将金牌收入囊中，谭思欣获得了银牌。我觉得我表现得非常好。我不太清楚裁判的打分情况，当然思欣也有他完成不够完美的地方，我们还需要改进的。对思欣的分我没有什么质疑，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分我还是有一点质疑。我不能说裁判是错的，但是从我个人观点来说，我觉得他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他的连接，他前两场都是6.5起评，首先起评分他就不对了，因为失败的动作连接分是不给加分的，他也给加了，并且是他也有2个0.5的扣分，那个倒立位置，而且踩地是明显的一分的扣分，我觉得无语，没办法，我们有欠缺，但是呢，这个分打的我确实觉得有点遗憾。